所以刚刚是直拍的部分，那它还有附一个蓝牙遥控器，我们就简单的按一下，我们就可以变成横拍的部分啦，真的是方便很多。那这个遥控器真的是功能，这遥控器的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。那所有的功能它全部都写在这个小小的框框里面，所以你不用随身携带说明书了，你就看一下这个框框里面写，它就写得很清楚，说这几些。这蓝牙遥控器真的是功能非常非常的多。那你这蓝牙遥控器真的是功能非常非常多，像是你要拍横的啊、直的调整啊，你要去高速旋转、360度无限旋转、轮回，还有什么 FPV 模式啊。这个蓝牙遥控器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多，像是直拍、横拍啊，然后开始录影啊、拍照啊。这个蓝牙遥控器真的是功能非常非常的多，它除了直拍、横拍、调整啊，什么 FPV 模式啊，你要360度一直旋转啊，或者是你有快门的连接你的手机，你就可以遥控你的手机的。这个小小蓝牙遥控器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。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拍摄横拍、直拍的调整啊，还有什么 FPV 模式的调整啊，你的 AI 追踪的功能的调整啊，反正非常非常多的功能。